河北香河县泾县失身不服老人，虽然去世30年，看起来却跟睡着了一样，除了皮肤稍微黑一点，几乎与常人无异。有人说老人是得了道成了仙，也有人说这是故弄玄虚，用了防腐手段。但专家实地考察后惊喜地发现，老人并没有在恒温恒湿密封无菌的环境中保存，也没有做任何防腐处理，就如往常一样在床上躺了30年。为了研究出老人尸身不腐的秘密，专家使用现代仪器对老人尸身检测，而结果让在场众人震惊，专家直呼简直匪夷所思。三月记者来到河北香河胡庄子村，这里就是不腐老人的家。看到记者到来，老人的长子杨守德出门热情接待。据介绍，老人名叫周凤臣，于1992年11月24日在北京逝世，半年以后被送回香河老家，从此以后就一直被安置在这个小院里。当记者来到屋子，闻到空气中有淡淡的油脂味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异味。老人的遗体就安静地躺在自家堆砌的土炕上，在老人上方罩着一个密闭的玻璃罩。那么会不会是玻璃罩里有什么秘密呢？把这玻璃罩是过了两三年以后，我们家具厂给送的，因为当时嘛，我们跟他提出来让他们给做个玻璃罩，就是为了清洁卫生，因为专家也建议给他罩上。为了证明玻璃罩只是防尘防虫，杨守德老人还特地将玻璃罩拆除，近距离观察老人的身体，发现老人的面部颜色较深，而身体的颜色几乎与常人无异，但皮肤呈现一种干枯收缩的状态，并且表面还附着着一层油脂，看起来似乎是放置时间长，身体水分大量流失的状态。实事求是的说啊，奶奶现在这种环境远远没有达到医学家所说的恒温恒湿，这就非常奇怪了。考古界有句话叫干千年湿万年，不干不湿就半年，可为什么周凤臣老人能打破定势，在常温常湿的环境中保存几十年不腐？这时人们不得不怀疑，老人尸身真的没被做过任何防腐处理吗？奶奶停止呼吸以后，我们没有对奶奶进行过任何处理，因为我们第一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，第二呢，即使知道怎么处理，我们也没有条件去做。不仅如此，老人的孙子还告诉我们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当年老人的尸体还曾被多次转移，有次在转移的过程中，因为尸体无处停放，老人就被暂时安置在煤棚子里，并且棚子四处透风，当时正是六月，天气炎热。可即便如此，老人的尸体都依旧完好无损。在老人去世后的两三年里，有很多人都慕名想来参观，杨守德就给老人做了一个展示，免费开放。但一个疑问就接踵而至，中国人普遍的思想都是入土为安，为什么周凤臣老人死后没有立即下葬呢？在他生前究竟经历了什么？他的尸身又是为何不腐呢？88岁香河老人去世几十年，尸身不腐，没有任何防腐措施，却能在正常环境中保存。为了解开尸身不腐之谜，记者向老人的家人了解他临死时的事情。1992年年末，88岁的周凤臣老人从河北香河老家来到了北京的长子杨守德家。来北京前，老人因为身体不舒服，在香河医院住了几天院。回到北京后，老人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大冬天不吃热的东西，偏偏就吃凉的。当时我们还是按照奶奶的生活习惯啊，给他做的粥，而且热的时候就给他喝。奶奶当时尝了第一口就说：“哎呀，太热了，我不喝。”然后把粥呢就晾凉了。恰恰从那一天开始，奶奶以后再也没喝过热水，也没有吃过热饭。结果没多久就上吐下泻，这让一家人可吓坏了。老太太本来身体就虚弱，哪经得起这么折腾？然而老太太接下来的行为更加奇怪了。他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不停漱口，自从漱完口之后，老太太从此开始绝食，每天就喝点冰水。期间他用凉水擦了一遍身体，又在手心脚心太阳穴上涂了些清凉油。四天之后，老太太突然说了句奇怪的话。到那天晚上10:45的时候，奶奶就说我要睡觉了，不需要这个了。他就伸手把这个统计管拔掉了，然后这时候再一摸，呼吸心跳都没有了。自这之后，周凤臣便驾鹤西去，但接连的怪事就从这之后开始发生了。按说人在死后2小时身体就会变得冰凉，可老人11月24号晚上停止呼吸，24小时后身体却依旧是温的，并且身体一点也不僵硬。杨家父子当时觉得老人有可能睡着了，万一醒了咋整，所以也就没有急着帮老人置办后事。等了一天之后，他们又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。5号开始啊，就发现奶奶的指尖开始变红，在那几天呢，奶奶这个皮肤哈，这血管整个都是透明的，血液没有凝固。然而等到7天之后，更加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老人的手脚不仅还是柔软的，
遗体上也没有出现尸斑，甚至一点腐烂的迹象都没有。九天之后，老太太身体逐渐开始充气，整个身体像个气囊，并且弹性非常好。到了12天的时候，尸体的表面开始溢出大量水分，并且随着水分渗出，老人身上的气也逐渐变少，直到20号左右，老人的身体就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个过程大概就用了一个月左右，期间尸体没有散发出任何异味，并且干尸成型后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。可就在这时，老人尸体却被偷了。原来杨守德妻子想让母亲赶紧下葬，但长孙与长子都不同意，于是他们就起了争执。邻居听到得知隔壁有个尸体，也开始跟着闹，最后事情闹到了单位领导那里，领导下令赶紧处理此事，但老人的尸体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下葬。于是长孙杨学强就偷偷给老人遗体换了个地方安置，但杨学强妻子看丈夫整天守着奶奶尸体，也心生不满，将此事又告到了杨学强领导那里，于是同事就跟着去了香河的家里查看情况。杨学强拿着老奶奶的手这样大幅度的转，当时我就感觉到，我说这个老人呢，确实是不一样。结果当看到老太太尸体那一刻，同事也被震惊了。河北香河88岁老人去世30年，尸身不腐，依旧保持生前样貌。老人孙子同事前来查看，被眼前一幕惊呆。从此之后，事情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被当地媒体得知之后，全国很多人慕名想来一探究竟。有人传说老人练成了金刚琉璃体，因为据邻居所说，老人生前心善，几乎有求必应，并且年轻时跟一个道士学了些医术。父亲小孩生病，他经常帮着免费治疗。从他38岁开始就不沾荤腥，只吃素，坚持了整整50年。眼看事情发展开始往迷信上偏移，有医学专家想来揭开这个谜团，于是特地赶来。出于谨慎，他们先给老太太做了个心电图，然而就是这一做，可给专家们吓坏了。按说只有活人才能检测出心电波形，可是心电仪器一放上去，屏幕上就显示出来细小的诡异波形。后来专家们猜测，当时的检测条件简陋，仪器又没有接地，所以有可能就是附近电磁波影响了此次结果。所以为了确定老太尸身不腐的真正原因，他们又找来了当地顶尖的医学专家，在取得家属的同意后，他们在老太太身上提取了一些标本，主要采取了3个标本。一个是呢，那个尸体额部的一些外观呢，看起来有些像渗出雾一样的。第二个标本呢，我们是掉在枕头上的头发，剪了有5-6根吧。第三个呢，经过这个西藏呢，我们在保护这个不损伤尸体的这个前提下，用针从小腿的部位取得了一些组织，就是肉。可当结果出来后，再次颠覆了他们的认知，样本的细胞只剩下了外面的框架，里面的细胞将完全消失。如果用现代医学进行防腐，并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，所以专家推测老太太有可能是生前服用了什么化学物质。就在这时，老太太的家人想起一件事，老人年轻时跟道士学完医术，从此就喜欢上了朱砂。他说你心慌或者什么，他就说心里闹得慌的时候，他让我爸他们给沏一点那个朱砂水喝，喝完以后呢，基本上就没事了，就好了。我看到过是2次。老太太去世前大量的呕吐腹泻，这正是朱砂中毒的迹象，所以专家推测出了一个值得信服的答案，那就是因为老人生前腹泻呕吐，体内丧失了大量的水分，再加上朱砂与血液融合，这才让老人尸身保存了下来。但服用朱砂就能让尸体不腐，这种说法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。关于本期视频您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，记得点赞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。